一共六个人，
可以开牌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了。那行，从这边开始说，说一句话形容这个词，不可以说出它任何的一个字。是你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东西吗？你确定是东西？是你们梦寐以求的人物。是你们梦寐以求的人物。那你以为这都是你吗？苍井空，你是天天在家拜苍老师对吧？我是拜波老师。拜波老师。八字 F。 啊 FFF 三 F 烧死一种情，一种情，一首情，一个人不合适我的性别，不合适我的性别，是直接吗？我不可能有的人。好的，我们再来一轮。不用，投票先，投票先。对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指。你们认为谁是妹子先面？妹子果被面。你是谁？左边那个。哦，这位妹子啊，这位妹子一票。接那个。还用说吗？两票，三票，不好意思，出局。这位妹子出局。游戏继续，从这边开始。跟我一个性别，跟我一个性别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有两个就是修罗场。有什么？有两个就是什么？修罗场。有两个就是修罗场，你还能有两个？充气的吧？充气的。好的。最近中学男生特别越来越多的。男生特别越来越多的是什么？中学还是？好吧，我准备自杀。哦，中学男生越来越多，准备自杀。幼童、肉斗还是右斗？右手啊，右手。左手吗？左右手。男。左右互搏。要有节操的说出来，还是？你可以没节操，随便选。在晚上10点钟，我们家楼上经常会发出哔哩吧啦的。没接错。在晚上10点钟之后，他家楼上经常会发出哔哩吧啦的声音。哔哩吧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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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行。你们认为谁是卧底呢？游戏继续，卧底还在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班有男生有这样的人。正在。我们班有男生是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。我们班有这样男生有这样的人。是不是你啊？对啊。我们班男生有这样的人。你还要沉思一下呀，沉思一下。10秒钟，10、9、8、7、6、4。3, 想太久不行。不同，你们俩。性别不同。说过了，是说过性别不同了。异性恋。啊？我是异性恋。我已经有了。你已经有了几个月了？
山，在青山说。这辈子还没有的。这辈子还没有的。来，好，三，开始，二，一，开始。知道自己是卧底。你确定你写的都不是一样的？肯定有写的啦，肯定有写，难道我白痴吗？对，你才知道。晚上十点钟，我去你家。谁有今晚来我家？谁家有狗借我几只？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。不好意思，我搬新家了。Yeah. 好的，我们游戏继续。有那位天空拿麦的，胸口挂十万的那个。胸口不对，胸口放着一个 memo 那个。一开始的时候最近被追杀。一开始。F 团追杀。一开始的时候被 AS 的团追杀。FF 团。一开始的时候被 FFF 团的人追杀。胸肌一定比我大。胸肌一定比他大。胸肌比他大。一般狗血剧情的都会出现这种人。一般狗血剧情的都会出这种人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卧底胜利了，卧底游戏结束，卧底胜利，我们的卡。